的猫咪咪在发情，然后我安排了下周带他去结扎，可是我还没有带他去，没有不知道要不要打算带他去做什么。然后我才买这一个很贵的猫砂，然后下次买是80令吉。来你养在这边，然后这一个呢多少多少 liter 谁的看一下啊，18 liter 就是 7.2 kg， 是挺重的，它是豆腐猫砂，然后很贵一下哦。这个是绿茶口味，至于我的猫它就在这边一直喵喵喵，这是豆浆 OK。 然后我现在就要来开一下，希望我的猫这个呢订了很久它才送来，真的是很失望啊，跟 GND 的那个 service，可是没有办法，就这样咯，哎，还能怎样？好吧，是不是很有兴趣嘞？大家，这个你就别咬了，这个是毛塞的啊。我的米娅就在后面喝水，看米娅喝水，哈哈，不要受伤，大家。都这样会受伤，就这点。就跟猫结扎，其实就是我很担心啊。老实讲，我不知道嘞，人家就觉得是一个很 normal 的 process 哦。可能就是他们跟我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嘛，我就会特别的担心他们，就会就不想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在他们的身上。哎，不知道嘞，给谢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的，然后它里面应该还有在包包吃 ，good。它有放包子，然后里面有三包，两包已经没有带 air vacuum 了，然后一包还有带 air vacuum， 不是很喜欢，可是试试看吧。可能我现在猫砂还有11点再拿出来，所以我不知道是长这样子。所以我前后买好像是5号买的，5月5号。然后他现在今天才寄到来，然后呢，他的袋子呢，他的那个纸盒呢，也是有点的了，点的。然后我们来看我加了点的，在这边里面有三包了，三包，7.2 kg， 18 18 36 66 26 12 36 18，啊，一包6 liter， 宝贝。就这样喽，那我来跟宝贝玩。我的宝贝不要我，我的宝贝，喵，你看这是什么？翻肚皮了，
轻轻的打。